谢谢，龙潭乡音乐艺术季的活动竟然是最后一年度的演出了哈。这么多年那个暑假呢，我们在这个观光大池畔也听到了音乐歌唱，也看到了舞蹈最像的演出，让我们觉得深深的非常的怀念，让我们造福了我们的乡民，也肯定了我们自己。微笑龙潭，品格城乡。 感谢各位的欣赏，祝福各位平安喜乐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接着呢，我们等一下下一份节目是由桃园县社会教育协进会所演出，也请各位贵宾大家留下来继续欣赏，谢谢。